漏鸟男妖女用起司帮打手枪。美国费城麦菲尔镇最近出现一名瑞士起司性变态，他漏鸟开车，在停车场跟踪女子，停下车与女子搭讪，拿出一片起司，要付钱请女子用起司帮他打手枪。女子吓跑，他只好用起司自己打手枪，已有多名女子被骚扰。疑似同名男子去年在交友网站上也邀人帮他用起司打手枪。记者上周六巡线找到男子，男子与照片上的起司变态男非常神似，但男子否认，随后也关闭个人脸书。警方正在调查男子是否就是瑞士起司性变态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